现在教大家如何连接02 Pro 加蓝牙模式。好，首先我们给王座供电，其次我们要插上键盘，然后因为你的灯可能是红色的，也就是有线模式 Ctrl 加 F4， 这个就是有线模式，然后切换的话就是 Ctrl 加 F1， 蓝灯状态它就是蓝牙模式。好，然后我们进入墨鱼游戏助手。然后我们在这里设备的蓝牙要打开，然后在这里点击添加设备。好，这里就会出现蓝牙名称以及图片。好，我们点击在这里配对就可以了。配对好 OK， 等待这个灯常亮就表示连接成功，但是要等待一会儿这个界面。好，这里就是连接成功了，直玩模式也就是蓝牙。好，这样就连接成功了。现在教大家如何去连接02 Pro 加。好，首先我们给王座供电这里。好，然后这个是灯常亮红灯，然后我们拿一根 Type-C 的线。好，拿这样的线数据线一个连接王座上面，然后把它另外一头插入设备。好，等待，然后这里点确定，这样就可以了，这样就连接成功了。